家好，我是雅哥，今天带大家前往的是，东海大学旁边的这个所谓的 T Life 背包客栈。那这个 T Life 背包客栈的与众不同之处在是说，它是属于文艺风格的背包客栈，有不少像法国的或英国的艺术家进驻。那跟一般的背包客栈不同，就是说它里面浓郁的所谓的艺术气息风格，白天和晚上的这个样貌也都不一样，当然我们要去看看知道喽。那我们要跟着雅哥一起去探险吧，走吧。
生活开始了。番茄酱，他说他米做什么？